大家好，我现在是重庆西站，今天要走了，去成都。来重庆待了也有半个月了吧。之前刚去的时候是在那个渝中区的解放碑待了有十多天，然后又去那个磁器口待了五六天。今天要去成都，现在到了这边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西站啊，哇，那块人特别多。我们是从这儿坐公交过来的，前面还在修呢。行，现在啊也不用取纸质车票了，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，特别方便，比以前快了很多呀，刷一个脸就可以进站了。现在的旅客请往两边走，选择扫安检通道通过。 OK。一个身份证多方便，比以前的那个取票方便多了。好多人啊，西站过安检进来了，上电梯中。哇，这个西站挺大的嘛，看一下下面。都是刷脸身份证进站的，特别的便捷啊。现在上来了二楼，一楼好像没有控制。真的是人山人海，高铁动车特别多。我没有选那个高铁，因为它那个高铁时间不太对。我选了一个是那个 K 开头的，应该是普快。哇，这就到了后面了。十九在那儿呢，看到了，都是大包小包的，我的应该要候车了，时间还有快到了，刷身份证进站。好，好了，比以前直接快了好多倍啊。重庆西站，拜拜了，刷幺幺了。哇，我的汽车厢这么多人啊！这边是动车，二等、一等座。重庆西站，拜拜。成都站了，现在正在通过地下通道进站，走天桥出站，走地道。大家好，我已经到了成都站了，三个半小时。待会儿先去吃个饭，然后再订那个住宿，看住哪里，因为从重庆过来还没有吃饭呢。行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成都站啊。哇，成都站也是挺大的呀，特别大。这个是成都的站前广场。成都。行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